Hello, and we are glad you are joining us on Between Master and Disciples today. In the 1990s, Supreme Master Ching Hai transformed Sihu Center in Formosa into a true work of art that highlights all God's natural beauty. The refreshing Dragon Boat Lake Park, the vibrant International Garden, the exotic Oolak Garden, and the meandering Nectar River. Through our boundless love for children, Supreme Master Ching Hai thought of the delightful Rainbow Garden as an area for rest and play for the young practitioners. We now invite you to enjoy a lecture by Supreme Master Ching Hai, entitled The Way of Family Harmony, delivered in Sihu, Formosa, on October 8, 1995.晒太阳比较健康啊，对啊，在这国外要去晒太阳很难啊。那个大家坐在那个国际园那边好不好啊？那个我们那个彩虹园好不好看？有没有看到彩虹园？古人啊有很多那个好的故事，我们新的人也有很多故事啊。 不过有时候我们看那个古代的人啊，他的修行怎么样啊，也觉得自己修行也蛮不错啊。啊，你看他们禅师以前最多就是见一只牛放在大殿这样，觉得自己了不起，是吗？奇怪。然后另外一个就拿一把草给他，这样奇怪。然后另外一个就把那个一只无助的、无辜的小猫把它切成两段。 <笑>啊，那古代的人是这样而已啊。我们这边用那个高丽菜，这两段也是蛮了不起。我们那个中华大本国啊，嗯，以前有一个一位国王叫齐秦贡啊，他有一次没事盖了，平常国王没事盖了，<笑>不过听说这次他特别没有东西盖。 没事做，他就跑到那个牛山那边去玩，啊，因为知道牛山在哪里，苗栗附近，<笑>哪一条山如果不很直，他就扭了，知道吗？叫牛山，嗯，他到那个成都那个北方靠近的时候，啊，他。 突然间在那边掉眼泪，叹了一口气，就说：“我国啊，多漂亮啊！那个树木多茂盛，然后哦，那个菜呀、啊、什么啊，豆腐很多啊，吃不完。”他一说他的国土啊，非常有福报。 非常那个富有，嗯，他说：“哎呀，不过总有一天我会死吗？那我会离开这个么漂亮的一个国土吗？哎呀，太可惜可惜！如果自古以来没有一个人死的话，他我自己本人也不会死的，然后我不会永久不会离开这个国土的，那会多好多好多好啊！” 这个那个时候有一位史官呐、啊，他的叫孔啊，他姓孔，嗯，还有另外一位大官是叫梁，姓梁，嗯，两位那个在两边那个伺候他，也在那边掉眼泪，哈哈哈，三位大丈夫好无聊，没事干嘛这边掉眼泪说，哈哈哈哈哈，啊。 下城门呢、啊，那个什么，蒙那个大王恩典呢、啊，也可以有一些地位了，可以吃一点那个，也可以吃肉啊，可以吃那个菜呀、啊，一说很生活蛮
够用就对了。然后坐车也坐很丑的车啦，啊，骑是比较收的小的马啦，还舍不得死啊，何况大王呢？然后他唱歌在那边哭了要死，只有那个一个人，他叫暗子，暗子他也是一个直的，哇，奇怪哪一个人有一个直都很了不起啊，暗子他在那边笑了，他笑那个样子，那秦公就擦眼泪了，用那个面纸擦一下眼泪，哦，又忙过来问他，你笑什么？啊，又是问他，他也默默笑，没有那么大声，不还继续笑下去，刹车还来不及，在下面笑笑。然后秦公说，果然因为今天去玩嘛，所以看到凤琴啊，然后突然感慨啊，就觉得很悲伤啊，连那两位孔和那个梁啊，就跟着我悲伤的啊，就跟着我哭的，只有你一个人笑啊，为什么？你们认为为什么？啊，如果是你们在那个秦供旁边，你们会不会笑？不是也会掉眼泪的。我告诉你，我们只能笑自己啊，因为我们做很多好笑的事情啊。啊，然后那个案子就说，如果所谓的贤人啊，贤才的人物，全部都永久不会死的，永久都滑下去的话，那就是太公啊、桓公啊，还到现在还存在的。一说他那个大概前辈的那个先王是不是啊？啊，太公、桓公就是他，然后他是秦公是吧？大概这样啊。啊，还有那个，如果那些勇敢的人啊，永久留在这个世界的话，那像很多那个盖世英雄啊什么，或是像张公啊、林公啊，到今天还会存在的，还不会死的。如果那些这些以前刚讲过，那些那个好人啊，到现在还活的话，那你现在还站在外门呢、啊？钻那个什么绿豆粒啊，那轮什么到你坐在那个王位上面啊，哪里还能够在那边伤心啊，为了自己国土啊、财产啊、那个地位啊哭闹那么伤心这样。也许你现在啊，现在这个时候，如果那些好汉的英雄都还在的话，你现在还在那边耕田的 啊流汗的啊，每天吃餐餐还不够啊，哪里有时间呢、啊？还在那边想着怕死、想活什么的那种状态，因为有人来，有人去。啊，有轮来轮去，所以今天才轮到大王啊。然后，如果大王为了这种自然的那个轮环在那个天下在那边哭闹的话，那就不仁了，一说不仁了、啊，没有智慧。然后那两位啊，我在下层看到那两位那个什么拍马屁。冯程啊，在那边那乱一起哭闹这个样子，所以我忍不住，我憋不住，我在那边笑了。那个时候秦公哦，好丢脸了，觉得不好意思啊，就在那边罚自己几杯那个酒啊，还罚他们两个一起三个月扣月化。我们人都是这样吗？都跟那个秦公一模一样哈啊。啊，那个情况到的时候，我们的也放不下哈。要是有这样子哈，我们要东西的话，不是不简单，就要保留它，就比较困难啊。应该知道怎么做，任何事情都有它的那个代价嘛，是不是？像你要有一部奔驰的话，那你应该付贷款多少啊？然后付多久时间啊才好？还有那个。他吃油他输得很凶啊，还有那个税金也很重啊，还有保养也是很
很多钱。那你要他，你就要 付这个代价呢，不然你买玉龙啊什么的。同样啊，人们有时候结婚呢、久了以后就懈怠了啊，没照顾自己，然后先生跑掉就来跟师傅哭啊，跟我哭有用吗？应该去美容院那边啊，跟他哭啊啊，然后他就会帮助你啊，他会把你整理一下，把头发剪一剪啊，烫一烫啊，那也许还有效，跟师傅那个哭有效吗？啊，我确实能呼风唤雨，我也不能呼你的先生回来。太太先生一样啊，我不是说欺负女孩子哈、啊，我讲太太，比如说先生也是一样哈、啊，照顾自己哈、啊，听懂吗？那、身体有时候要干净啊，是不是？也不一定喷香水了，不过要干净啊，常常洗澡啊，啊刷牙的好啊，漱口的好，然后常常去看牙医什么，去看医生啊，看哪一个地方不好，要自己整理那个地方哈、啊，还有这衣服啊，整齐干净哈、啊。啊，每天呢看那个邋遢邋遢那个样子，破破烂烂那个样子，连看都不想看了、怎么爱你啊？然后外面的女孩子，当然的她最小嘛，她最化嘛，所以她自己很用功，很用功要扑要喷，要洗要刷，要去美容院要照顾自己。那当然先生看就喜欢啊，你以前也因为这样他才喜欢你啊，听懂吗？他刚来的时候喜欢你，因为你那个时候照顾自己，你那个时候倔化了，所以要很用功了，去找东西，对不对？照顾自己啊，弄得很漂亮啊，啊，什么干净啊？不是说要一定要擦什么口红啦，啊，或是擦红擦绿什么，衣服也不应该很贵才好看，啊，知道怎么穿就好看，嗯、啊，比方说这样的哈、啊，哎，如果怕太贵的话，自己可以去学啊，学那个剪衣服啊，啊，然后回去自己弄，嗯。就很专辑来整齐，看起来常常，因为我们人啊有那种心理的问题，男女都一样啊，他一个人不够，因为一个人就有一个品质啊，听懂不懂？他烂他就这样烂，啊他好他就好一个地方而已。比方说他会煮菜，他就不会擦房子；他会煮菜，他会擦房子，也许两个的话，他就不会做别的事情，懂吗？他不会化妆啊，他不会出去的时候带出去一下子就。偶尔带他出去就会丢脸了，比方说这样，想强他起来算了这样，然后再出去跟人家讲话，人家就鼻子都把他弄起来，都味道很浓啊。有时候自己身体都很差哈、啊，然后衣服很差，然后什么都差了，然后连煮饭也不会的话，那就 goodbye 了，嗯，听懂吗？然后这样子，这种太太来跟我哭有用吗？啊？如果先生太太或是任何地方失败啊，我们就要再想我们为什么失败啊？如果我们能够改变吗？我们下一次能成功吗？我为什么弄错这个地方啊？如果真的不能的话那就放弃了，如果真的能的话就改变，就想学习学到我们成功为止，就这么简单呢，是吗？啊，如果先生为什么喜欢另外一个女孩子吗？我们不要生恨他，我们去学看看那个人有什么，听懂吗？如果知道的话，学看他有什么让我们先生喜欢，带我们回去做一样。我是说离他好的，但当然先生不会走啊，因为先生是本来先爱我们的嘛，是不是？才跟我们结婚，我是太太先爱我们才跟我们结婚呢、啊。那个爱跑到哪里去呢？不可能这么快就跑，就是因为我们自己没照顾他。不是我们不在意，不喜欢那个先生，不喜欢那个太太，这样子就大下去，然后来认为弄错就来不及，这样子，嗯，任何在这个世界的事情也是一样，我们要成功的话，要用功啊。世界的事情是有世界的做法，不可能用修行的方法来做的，那这样子就变成利用修行的那种力量，在。非洲啊，我认识一个王子，几位公主，他们说那边那些皇家的哈、啊，全部都要学巫术的，学很多那种神通啊，哎，有时候又知道哪一个人坏，哪一个人好等等，他们也可以用神通啊，让你喜欢他，啊，你就迷迷糊糊这样子跟着跑。不过我告诉你，用这种神通啊，好处吗？以前啊，好久以前啊，我
第一个几个徒弟啊，我还没时间教导他们呢、啊。那先生跑掉了，就来跟我哭闹啊。就说要给他什么神通，让他先生回来，让他先生喜欢他。我说没有这种神通啊，即使有我也不会给你。我不喜欢那个黑神通啊，我知道我也不会给你。不过我有知道很多白的神通啊，你要不要学啊？ 他说要，我说你讲话要温柔一点啊。他讲话就像那个狗叫一样，知道吗？嗯，汪汪汪汪汪这样。啊，当然先生吓跑啊，怕有一天它会咬怎么办？嗯，<笑>就你讲话要温柔一点哈、啊。你打扮漂亮一点啊，你偶尔要穿新的衣服，不一定是贵的，新的穿另外一种。 那个个性，你不用每天都温柔，你不用每天都帅，你也不用每天都刚，嗯，看情况啊，偶尔换一下，因为男孩子喜欢不同的女孩子啊，不同的个性。我们女孩子是这样子，你不能每天喜欢只有一个品质，会吗？女孩子是这样子，是不是？啊，每天她一样啊，呆呆呆这样子，好的好的很呢、啊，是这样子。那、啊、有时候也坏一点点也不行，这样子，听懂吗？ 有时候坏一点也不错，<笑>一说有一点改变嘛，听懂吗？哎，同样啊，多数男孩子就喜欢很多花样啊。如果你已经知道这样，你要留你的先生的话，你要自己变化就好了，因为他一样每天不同的，不是不同的花样，听懂吗？不同的个性，那你要办几个个性就好了，就可以弥补他那个要求啊，听懂不懂？那同样先生也是要这样办。 这样家庭就和平了，也不用来跟我哭闹什么，神通你们都有，嗯，要自己照顾自己身体干净啊，随时都香香了啊。然后讲话的时候就要去漱口啊，刷牙啦，不要吃像吃那个洋葱啊，那个大蒜，然后来跟他说我爱你。<笑>在那个时候，不管多浪漫啊，你点几个蜡烛都没有用。<笑> 那些小事情会不会给人家吓坏了，知道吗？那没办法啊，那给人家那个断掉灵感了、啊，然后就这边怪人家为什么不爱你，那爱什么啊？啊，好来不及啊！啊，换你也来不喜欢了、啊。不过也是看人啊，也许你先生喜欢那种味道，那要保留啊。<笑>你要问他清楚啊。哎，有些人这样子，我听说以前古代的时候，那个中国人就会绑那个。 绑那个脚有没有？绑那小小的，那以前他们女孩子专门绑那个脚有没有？然后绑了，那每不是每天换的，所以那个味道很浓啊。有时候，那有一些先生喜欢那味道，<笑>听说了，我不知道，你们可以试看看嘛啊。<笑>也许这样可以保留先生。<笑>不过我们真正的，如果真正的高级的人物啊，他们不会喜欢那种。 臭烂的味道啊！所以我们等级要提高啊，要照顾自己啊，不能怪别人啊。如果什么人不喜欢我们，是先生跑掉，太太走掉，我们先检讨自己为什么。听懂？真正的坦白，告诉自己有什么地方不对，看看我们要求对方怎么样，懂不懂？然后我们自己有没有做到一样的，这样就知道了。啊，不要在那边。 一天到晚跑到师傅在那边问问啊，要神通啊，要怎么样，要怎么样，没有用。即使告诉你，比方说我叫你那种神通，可以抓到一个爱人的心啊，抓到他的头脑了，抓到他，让他来你方便的话，你会喜欢吗？你会喜欢那种呆呆的太太先生啊，被你那个什么迷惑过来的吗？他不是诚心爱你啊，他被你绑了，他被你。 迷惑的，他头脑不是正常的。你喜欢那种神经的那个先生，我是太太吗？也算一种神经啊，不正常嘛，本来不喜欢就变成喜欢啊。你喜欢这种太太，我是先生吗？喜欢吗？所以告诉你没用啊，还是要我们自己本人的，听懂吗？我们自己个性啊，我们自己道德，我们自己内边的美给人家感化。 还有我们自己外面尊重自己啊，给人家看着眼睛舒服啊，讲话声音
啊，人家听就心的很软呐、啊，听懂吗？不是我们的行为啊、动作啊，对待别人那、啊、给人家感动，嗯，这样子那个爱情才永久，不是动一动就去用那个神通啊。哎呀，我们怎么从那个国土跑到家庭里面去？不过我知道就。因为我们这边都不是国王嘛，所以我们讲我们家庭是最适当的哈、啊，管他怎么王，是不是？我们在家，我们那个小王国，遇到这种问题是困扰你们最多的，是不是？有时候也是很难过，我知道了。比方说你们是很忠心的一个人呐、啊，啊，特别应信了以后哈、啊，修行了以后又更想依照师父那个指示哈、啊，忠诚哈、啊。那个在家照顾家庭啊，爱太太爱先生啊，就有时候爱不了他、啊、就很难过啊，挣扎，然后罪恶感，我知道那个最困扰的是吗？是因为太太就这样嘛，他赖在那里啊，他不进步啊，他不照顾啊，他不在意你做什么，爱不爱他，他不在意给自己什么有吸引力，有一点活泼啊，就表示说他很尊重他的先生，表示说他很在意他的先生的看法、啊，听懂不懂？不是喜欢不喜欢他啊，不在意啊，啊，两个都赖在那里，先生也是这样，太太也是这样，两个互相一起赖，懂不懂？然后大家拉下来，一起拉，他烂，你比我烂，然后他比你烂，然后大家都一直这样，啊，看他不在意，他那个太太也不在意，然后先生也不在意，越来越堕落下去啊，然后两个互相看了不想看了，我找别的也没有用啊，有时候这样，你懂吗？不是换人就好了呢，你换他，等一下，等一下他还是一样啊。你跟那个太太娶他以后，等一下他还是赖下去，跟那个以前的太太一模一样。很小人啊，啊，结婚很久了以后，还自己要保护那个婚姻呢、啊，还要互相尊重，互相那个怎么样，相敬如宾呢、啊，在那边保重自己那种外表的行为啊。还有态度啊，风度和内在的道德和那种吸引的精神很小，那互相赖，那个两个互相鼓励，赖下去，烂下去，这样不是好生活，哎，这样子生活不美，知道吗？如果想在外面在社会混啊，还有保护家庭，哎，那互相贡献那种生活快乐的那种好朋友的那种很。啊，欢喜的那种气氛，在家的时候就要谨慎，啊，照顾自己和照顾自己的那个什么先生太太才可以。有时候要提醒他，我说你最近什么头发都不梳了，嗯、啊，多久个礼拜还没洗呀、啊？啊，比方说开玩笑一下哈、啊，那这样子提醒他一下，然后大家互相提醒嘛。啊，互相尊重，因为如果我们那个法力啊失去的话，那我们当然婚姻也失去了，没有互相吸引了、啊，听懂我意思吗？因为我们自己还不想滑了，怎么他爱我们呢？我们里面没有法力的，了解是不是意思吗？没有那种快快乐乐的里面呢，不在意任何东西，那你不在意自己，那谁在意你啊？了解是不是意思吗？哎。然后你先生也是一个人而已啊，他又不是木头啊，啊，然后人我们的人都是爱真善美啊，那、啊、又看到美东西当然喜欢看了、啊，然后在家那么丑，我当然往别的地方看了、啊，我也会啊，是吗？嗯、啊，然后后来就，然后就这样就互相怪来怪去不好了，嗯、啊，我们要先检讨自己，知道哈，以后知道哈，如果不会煮菜的话，就水再补嘛。可以学嘛？哎，比方说你生活很忙，没错了。不过有一些不忙啊，像先生赚钱，太太在家呢，就可以一年了，你可以那留一段时间学东西嘛。这个上个月我一定要学会煮菜，即使我告诉你你最不会，你去学以后还是会了一点呐，有效，一定这样子，我保证会。很多地方都有叫人家那个煮书啊，即使煮肉也要去学了。即使不要跟师父修行的话，像不是同修哈、啊，要煮肉给先生是也要去学才可以啊。哎，从小不会的话，怎么自然会呢？
要应该去学呢，学会了以后就去学那个剪衣服啊，然后学会那个以后，要去学跳舞什么的，陪先生去玩啊。比方说这样子，不是说你修行团腿就好啊，你修行以后你成佛了以后呢，还有什么事干呢？还是照样这样生活下去啊，是不是？所以要生活要有一点活动啊，有一点有兴趣一点，不然的话。 也可以啊，可以盖一个山洞锁起来，在里面死啊！<笑>如果想死就死得清楚，知道吗？想活的话，要活得锋利一点，要活得有趣一点，有意思一点，因为我们还要给榜样给别人呢、啊。不想也要讲啊！你认为我每个星期天要想下来这边讲吗？啊，有什么意思吗？ 那既然有工作了，就要做得好啊！要看书，要研究啊。有时候我看，如果没有用到书没关系，不过有时候也是利用这个书本啊，或者是利用那个故事啊，然后就顺便讲下去，比较顺一点。还有有一点历史，有一点那种榜样给你们一听，就懂师父讲的是什么。既然这个世界是。 很无常的啦，不过上帝已经送给我们这个生命，上帝给我们这个身体是要他要我做，我们做一些事情的。他送给我们一个先生，一个太太，是要我们照顾他，要跟他配合，要跟他上主，要跟他照顾他，要跟他学习，要跟他互相尊重，互相那个了解一些生活的那个礼啊让啊方面，所以我们要做得好啊。 不然你还要做什么？有一个先生，有一个太太，主理不了，还要去做一些什么？你们想当官，他什么都可以，师父讲过了。不过要做得好才可以。那个总小事情做不好，大事情也做不好的。你们认为师父这样讲而已，我自己没做。我有做过，就是我做太太的时候做得很认真啊。 这个是人嘛，有点人类的感情比较好了。我意思说，师傅不是说口讲啊，叫你们做这个做那个，然后我自己本人做不到啊，我真的做得到啊。我觉得我那个时候我做得很好，不过我现在不一样了，懂不懂？我现在有不同的家庭了，我家庭很大了，我觉得照顾不了。<笑>我不是说我没有家庭主妇的品质啊，我现在情况不一样啊。 你懂师父意思吗？那个师父不是唯一的这种榜样啊，多数的那个所谓的师父是名士多数名士他们都是跟徒弟比较多了，不可以跟那个家庭的人在一起的。自然会这样子，你看像孔子，他到处都是跟徒弟奔波，有没有？那列子啊，讲讲也是都是徒弟在旁边呢。 老子也是这样的，每天听说他跟他的老婆在一起吵架什么的，还有那个耶稣也是这样的，有没有？常常跟徒弟，释迦牟尼佛也是这样跟徒弟，然后连西方啊，苏格拉底有没有？他连死那一天啊，他也不让他的亲戚的那个太太小孩怎么进来，死那天啊。 他被逼那个喝毒药嘛，那个政府那个时候嫉妒他，说他传什么魔教了，然后逼他喝毒药，逼他喝毒药死。那天呢，他死的时候，只有徒弟他让在里面了，别的人让来看一看，然后他会赶出去，太太、儿子那些都赶出去，亲戚啊、朋友全部赶出去，只有留那几个大弟子。自古以来啊，任何的。 成名的那位开悟的那老师啊，都会跟徒弟混在一起的，他们很小很小跟家庭有什么关系？我看任何历史都这样。那苏格拉底在死那个时候，他为什么让徒弟进去呢？他的那个大弟子都是男孩子，那有几个他最喜爱的大弟子，他让他们进去。 后来那些大弟子就哭了，要命了，看师傅喝那个毒药下去啊，他们就哭了，没办法忍下去了。本来哭很小声，后来就忍不住就哭很大声。
那个苏格拉底就骂他们的要死，说：“我认为你们是大弟子，我认为你们是好的，我认为你们是开悟的大丈夫的，才让你们留这里。我已经赶那些妇女出去了，因为我都不喜欢那种哭哭闹闹的这个样子。我们死的要平衡的死啊，要平静的走啊。你们这条生死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情，还在那边哭闹那个样子，那跟女孩子有什么不同？就这样子。那从这个历史来讲啊，我们是知道啊。”多数的所谓的名师哈，就是成名的老师有开悟的，他们都不会跟家庭有关系，所以出家是这样啦，出家是这样意思，不一定是应该剃度跑到哪一个寺庙去才算隔爱离家，不是不是，那么自然会发生这种现象。我意思说，如果你们不是那个有名师的责任哈，不是有什么大任务应该离开家庭的话，那自己要好好当家人啊，照顾自己的亲戚朋友，那用爱心感化他们，真正的爱了，不是嘴巴这边念念那个给人家恶心想吐，听懂吗？爱不是用嘴巴讲的、啊、你如果真的爱你先生，你要学好煮饭给他吃啊，你学好那个做自己漂亮给他看啊。我以前当太太的时候，白天上班呢，我都不打扮的了。晚上我先生回来，我才打扮，知道吗？真的是这样啊！白天打扮给谁看啊？啊？整个世界看你有什么好？啊，你先生不想看你，那你受得了吗？对啊，说白天是要保养皮肤，擦干净亮亮，擦什么都可以。就晚上先生回来要点蜡烛什么，穿漂亮衣服打扮他给他看啊，比方说这样子才说爱他、不是一天到晚念念这个样子，然后饭也不会煮啊，自己那个味道很臭也没照顾啊，那个什么衣服每天穿穿盖帮帮煮啊，这样子要说先生要爱你，他怎么爱你呢？啊，他也是一个人而已啊，他有他的弱点啊，他有他的那个喜欢的地方啊，你自己都没有让他高兴任何地方，然后你强迫他爱你，上帝也强迫不了他、啊、我知道这种情况是很困难的，很难过，又想爱太太又爱不了他，什么地方啊，没有一个地方给你可以爱的嘛，听懂我意思吗？所以我们要爱什么人啊，我们看他最喜欢什么的东西，对，我们尽量陪他啊，尽量给他得到那个地方，我是给他喜欢的那个地方，这样才是说爱他，不是说一天到晚念念啊，然后就根本没有照顾自己，没照顾家庭啊，房子两三个月没擦，那连自己两三个月没洗，衣服都很邋遢邋遢，出去的穿得漂漂亮亮啊，回来给先生看得像乞丐一样，你懂为什么？整个世你结婚了以后，整个世界不重要，就你先生一个人重要而已，知道不知道？哎，如果这个不知道的话，上帝保佑你。如果你们能够这么专心的话，你们一定婚姻美满了，不用像西施一样这么漂亮。每一个女孩子都有她漂亮的地方，听懂不懂？哎呀，如果觉得自己不漂亮，那学明星的走路啊，学什么啊，美人怎么做的啊，那学她怎么保养自己啊，都今天都可以看书啊，那、还有可以打电话问那些专家的人啊。可以去学啊，啊，没有什么借口了。今天没有借口可以说一个太太不能做家庭的事。啊，先生也是一样哈，哎，后来啊讲一些什么事情啊？我知道这个是比较不是修行的那种问题，不过常常你们来跟师父问这写信呐、这些问题是困扰你们最多。我知道如果你们家庭不安稳的话，你们心没办法安静下来，就打坐没办法入定，所以这个跟那个有关的，就说佛法不离世界法，我不能说这个世俗的东西，我不回答你们，不过我回答你们很久了，你们都没应用下去啊，你们都说懂了，录音带听了好几桶了好几项了，根本没有把它应用啊，然后一直再问，就问一样的事情啊。问题不是师父答不答你案，就是你自己有没有拿出来用。药给你，你不吃，你病就不会好啊。师父都有讲过，不是没有讲过，先生太太什么都讲过了啊。不过我告诉你们，有一些东西小事情你们没学会的，
那刷牙是说五分钟才可以，三分钟都五分钟，知道吗？刷完了，梳一次，再刷一次两次，就一定很干净了。有很多漱口的水啊，比方说啊，今天有上水，很多有肥皂啊，有很多可以免那种臭味等等啊。啊，衣服穿整齐漂亮一点，好看一点。不用很贵啊，贵的话你没办法每天换了、啊。哎，反而自己弄，我是买那种便宜的。 花花样样的，你自己活泼的话，你赚什么衣服都漂亮，不是很贵的，听懂吗？买一块布回去就可以了。有一些地方卖的便宜，不过很漂亮，而且要适合自己的，听懂吗？就好看了，然后赔一赔就好看了，不用很贵。不是说在那边抱怨说先生不给很多钱，我不能漂亮，不用啊。然后男孩子也是这样子哈，哎，那修行的时候当然赚简单的衣服，来轻松宽的。 做的舒服，骂回去不是跟太太出去要赚时髦啊，整齐啊，好看。嗯，啊，给太太觉得啊，有一个漂亮的什么好看的男孩子在旁边也蛮骄傲啊。你觉得他喜欢跟乞丐出去吗？啊？你是要太太漂亮好看，然后你自己本人呢？啊，赚什么？运动裤了，在道场做的烂了就回去穿戴了就去。修行的时候是有修行的时间，听懂吗？ 啊，出去做世界的事情，去做世界，有做世界的方法，不知道进退，不知道轻重，不知道什么情况做什么事情，不知道什么时候应该怎么应变。那个，比如说没智慧的人，哎，如果把这内容啊应用啊，就够用了。事实上，我们可以用在很多方面，修行以后就可以用在很多方面。修行的人要完全知道啊。 不是说每天都做一样的事情，每天就要那种很死板的，那活得下去不行了，要有智慧呢，有智慧，嗯，看情况，你们随时都要用自己的智慧，要判断的能力，完全处理事情，不是说每一次都一样，每次一样，我教不完呐、啊，我教不完了、啊，因为每个情况都不一样，你们是几千几万人呐、啊，每一个情况都不一样，每个人要反应不一样，要自己知道怎么做，听懂吗？ 你们修行两个小时就为了专心，集合自己的力量起来，需要的时候拿出来用的。如果没有拿出来用的话，就浪费了，就不用做了，就跟不做的人一样，跟没智慧的人一模一样。那何必在那边还在那边怎么样说啊，骄傲起来啊，认为自己了不起什么的？嗯，我们修行的人呐、啊，如果没有办法用到自己的智慧的话，应该要更忏悔啊，嗯。 你们不要认为每个人来这边听这样子，师傅讲话都会了解，或是回去做一样。名师是要给的，不能拿的。你一拿人家东西，你就变人家比人家低了。告诉你坦白，是不是？下次看到他也不好意思处理什么东西，他要你做什么，你又不能真的公平的对待他，是不是？你知道他不对，你也不好意思跟他那个骂或是怎么拒绝了。所以我们。 那个里面的那个戒律版哦，告诉你们要清廉就这样子，不能出卖我们自己，为了任何东西，感情也不能见人啊，钱也不能见，见人一点东西以后就见人情了。所以最好自己赚自己的饭，自己照顾自己，就是因为这样的，所以我们才能够抬头看任何人。我们讲道理的时候才有重量，我们才是真正的那个自己。 是一个真理的榜样，一个金莲的榜样。我们当普通的人，要金莲了，不是说当官的时候才要金莲了。等你当官的时候，你那个习惯难改了，听懂吗？你当普通的人民的时候还不金莲，你当官的时候还怎么金莲呢？是不是习惯了，然后就忙忙碌碌忘记了？我们修行人本来就生活要简单，你修行多了，你精神都很好，身体会很。 很那个光亮啊，不缺少那种物质东西。
Thank you.